等一下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我上一次什么情况？我是《钢管列车长》的111年2月17号，那个七度段2:02。我拍的是4183苏花花车将阳新港虎口。哇，这里太奇特了吧！九百交汇3000呢，3000也跟着后面跑进来，以及1208次苗栗发车将三星港基隆的音律设一下三面组，用900行圈的904圈的。哦，柴田之桥21次，永北为线。还有树林的地下2000万平方米盘子啊，2:03.75开走，哇，超感动的！有关香槟的马掌门，多多地我们打几管片，也就1208次哦。2:04，差不多，它也要开了，1208要开，然后4183要开了，苏花发车叫烟线港虎口，等于823，825将86个小圈了。真的蛮意外的、啊、准备关闭车门，1208。是的哟，拜拜，再见。关闭车门。1208次再见。九段十六4183次跟1208，这里已经3000行，3005，他今天不是跑花莲？对啊，刚刚开往七度。然后3002两边组，3005皮蛋豆藤一号新藤机这样列车，拜拜，花莲开吧，对吧？超感动的、啊，我下面跟妈咱们多多点我们打地方。然后3000行是2002，3005皮蛋豆藤一这样列车已经跑完试运转班次了，谢哥再见。就这样、哦，然后等下班车再帮你们看一下。6:05，有300行之前了。